您跟您还有邓议员哈，然后下一轮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主席好，下一轮。主席好，我是八十乡的居民哈，我是第一次参加，我看看这样的症结哈，我想你们公民住宅哈，那个户数是不是可以减低到最低的限度这样？好啊，跟大连里这些蔡里长他们再沟通一下。好，我不是说反对公营住宅，那个人口哈1500户哈太大，那个冲击太大。好啊，你们看看可以减低一点吗？啊，这个要求。稍微。这个我这个哈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，不是大连里的意见。其实这部分在陆委会的确会 做一些讨论。那接下来您发言完，好，来，再接下来这位先生。主席大家好，我是高先生，我住在福德街84巷。你讲要开，要开花，我看过20年也卖咧啦，我差不多20年也卖咧啦，已经吼开差不多8年啊吧吼。差不多8年有了啦，我看要开花足好诶，我真欢喜。但是吼，我希望讲道路先甲开花，先甲开花带落去，以后要搁做啥，才搁来参详。安尼毋是真好吗？对无？开花带落去，后摆互阮咱居民吼，大家安尼方便。啊，你以后开花嘛是讲脚粗，也是讲要载啥物？问候的重量的铁根，就是啊，这沙子是水泥是什么？会影响到我们那周边的居民。我希望讲吼，你路先甲开落，开好带落，看是要10年、20年、50年，再搁开始做嘛无要紧，对无？你路啊开落，我带，安尼大家吼，安尼阮厝边的人大家足方便的，敢毋是安尼吗？我的建议办法就是安尼呢，吼。道路先开了就对啦，下摆看要哪起，看要起偌悬，起101嘛无要紧啊，对无？好老严厉，拢无要紧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谢谢。